原在中华职棒27年开幕战的交手，五局上半，中信兄弟哦，靠着第八棒郑达宏的40安打再添两分。那罗曼在随后呢保送了王胜伟之后，被教练团给换下场休息，要换上的是左投背号19号的洪承宇。比较特别哦，Amigo有这个弃投重塔的杨耀勋呢，也有弃打重投的洪承宇啊。是，但洪承宇啊，应该是左投手啊。所以刚刚这是在广告之前就提到说，中信兄弟今年是可以排出豪华的左打这个部队啊。那其实对中华职棒来说，你其实这个有速度的这种优质的左投，本来这个就是奇货可居啊，就是人才是少一些。所以这点可能也是猛象打线呢，在今年赛季的一个比较好一点的利多的一个地方。所以你看现在这样的一个危机啊，让中继就必须调一个左投出来。